典藏工作是美术馆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很前沿的一个工作。购藏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实是要作为美术馆的这个品牌的识别以及它的定位。作品的购藏当然不是把作品只放在库房里面，我们必须进行这个典藏作品的研究、这个诠释、教育推广，甚至是未来这个衍生应用的思考。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让大家认识这些珍贵的典藏作品。赖传健老师，他是1920年代中期出生的战中派的台湾非常重要的西画家，那他也是桃园非常重要的前辈画家。那这次所修复的墓园的作品呢，其实就是老师小时候对于农村风光的记忆。所谓的战中派，就是指在二次大战战火下出生成长的艺术家，然后战后又历经这个所谓的228事件还有白色恐怖的事件，所以他们的创作的话其实是比一般的艺术家还要艰困哦。就因为在战火下这个成长哦，所以他其实基本上是一个自学型的的一位艺术家。陶美馆修复的这件墓园这件作品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哦，就是说绘画语言的运用的话，它有挪用了西方的一个风格语汇，可是它在内在内容的一个表现上面，它其实相当程度跟他童年的生活有关。他其实常会讲，就是说他自己战后历经了这种语言的断层啊，生活的困顿他也都要去面对。那为什么他要画马为什么要画牧童？这一方面是他童年的记忆，一方面这些内容其实是一种对于这种梦想的国度一种精神寄托，乌托邦的寄托。因为现实是太苦太沉闷哦，所以他要透过这样的一种梦境的一个题材哦，然后来逃脱到那样子一种精神的梦途里面去。这件作品是赖传健老师他在1967年所画的一件作品，算一算时间，大概距离现在有57年的时间哦。修复前，我们有安排的那个检测师哦，来帮我们做一个颜料层的分析。仔细看它，当然就是用当年可能它可以取得的三甲板啊，去作为它整个创作里面的基底材。那个基底材整个分裂的很严重哦，那这个会危害到这件作品的保存，跟它整个那个作品的那个视觉效果。为了要挽救这件作品哦，你必须彻底的把这个三甲板的问题做一个解决。那要解决它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分裂后的三甲板你要把它剔除，那我们留下最表层跟颜料层的这个三甲板留着，然后把它重新转移到另外一块新的三甲板上面。当初它是有用一个不是很坚固的内框把它钉在那个三甲板上面，而且它是从正面钉进去。那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正面钉子啊已经都氧化得很严重了，那表示说它后面的那个内框的支撑力其实也都非常的薄弱哦。我们当然就会考虑到是不是连这个内框拆离了以后，我们内框也会重新做一个新的内框的支撑。整个修复开始在做准备的过程里面，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说，在作品的最表层我们要帮它裱上日本的纤维纸。做完了整个表层的保护措施完以后，经过几天的干燥哦，我们就会回到背面。那我们等于就是要把后面那两层已经分裂的三甲板要把它剔除。
做完了背面的三甲板的玻璃以后，那我们要转移到新的三甲板上面，这个我们一定要先准备一个一模一样尺寸的三甲板，然后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内框。那我们在三甲板的表层，我有涂过两层的隔酸处理，哦，那我们这是防止我们三甲板上面的那个酸性物质会渗透到我们的作品。做过隔离以后，我们就要做两件三甲板的那个联合。首先就是把准备好的新的板子，然后跟旧的作品同时用我们准备好的联合剂，让两块新旧三甲板透过这个联合剂，然后在阴干的过程里面完全的紧密联合在一起。这一张画经过整个那个三甲板的转移以后，它的那个修复的完成效果其实已经达到差不多70%了，哦，然后我们剩下的最后就是还有一个30%，就是所谓的清洗。我们之前有做一个很详细的那个保护措施，那我们也观察到它整个那个基底材的联合效果都没有问题，哦，那我们才开始帮它做慢慢热敷，然后希望透过热敷，然后慢慢把那个纤维质把它整个完全的去除。因为那时候有几个角落的部分哦，那个三甲板有一点已经就是移切了，我们就在角落的地方有帮它填补我们特制的白浆。还有几个三甲板的裂缝哦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会把它填上那个白浆。它没有所谓的环体丝层换环问题，但是因为毕竟它经过50几年的时间，它上面有很多的脏污，我们就用方块的隔离的方式，一个一块一块的去帮它做一个地毯式的那个清洗。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有填补白浆的部分，还有角落的部分，我们就是帮它做一个可逆性颜色重整。整幅画你其实看起来有一个统一性的这种色彩，黄和暖色调，然后绿紫的一个寒色调，就是互补的一个色调来表现。那最后呢，你会看到它用到褐色的线条、黑色的线条去勾勒这些马匹啦，哦，还有那个牧童的一个形象哦。整体的话，你就会看到有抽象的色彩的元素，哦，也有线条的元素，然后他又用这种线条把这个形象隐约的把它呈现出来。那当然他也常说他的绘画其实就是他运用了很多的象征的符号，然后运用这种所谓的图像来书写他自己的视觉日记，哦，所以我想这个马的题材的话，其实在他的创作里面是有相当多的一种象征的诗情的梦幻的一个意涵在他的创作里面。整个画面的那个感觉都有完全还原以后，那我们经过整个那个环体丝的那个喷雾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画面的颜色啊都更加的清澈，那整个颜色的饱和度就整个都还原。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的作品的话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色彩线条的一个表现，其实他有蛮深层的意涵。这种意涵的话包括指他的记忆，哦，那这种记忆的话不是他个人记忆，其实这种记忆也把整个台湾集体的记忆也带到他的那个画作里面，哦，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在风格的呈现，哦，空间啊绘画风格也呈现，其实他在思想内涵上面也相当程度的透过他的作品去传达出来。我们综合去看这件作品，基本上他从修复前跟修复后他得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生，因为分裂的三甲板其实是没有办法再被保存下来，那如果说这一张画继续这样子放下去的话，它可能它的寿命就会被终结掉，哦，
那但是经过这一次我们三甲板的重新转移以后，那也让这件作品可以比较长久的被保存下来。我想修复工作其实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工作，那在修复的工作里面其实有它修复的一些原则、技术以及科学。那当然墓园是一件在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作品修复完之后呢，当然我们会期待未来在展览的主题规划当中能够有再现这幅作品来到大众面前的机会。